OK， 就是照着做。不用一定不一定要做得很圆了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不是做那个什么，做包子，啊，那你要做红色也可以，做黑色也可以，啊，那你要做红色的话，你就买那个龙珠果拿来做红色也可以哈。啊，假如说你要那个玫瑰花有一点 yellow color， 你就买 pumpkin 弄也可以啊，这样子你们要什么样口味什么颜色你就可以自己调味啊，不要买那些化学的 coloring 来放在那个面团那边就不好了，就不健康了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有时候妈妈们啊在家里很无聊啊，啊就得在这样子做了，就是好像我这样很无聊了，不就在家里做了啊，也好吃也好玩，也不会变成老人痴呆症，就得这样子啊就可以了，不一定要很圆了，有些人他们要做到圆圆，我是不需要了，反正也是要切一半的，啊可以这样就可以了，你看，嗯，你做到六片就可以了哈，啊 OK。那你跟他一个一个排组就可以了。这个呢，有些人他们放那个炒过的果果辣酱包也可以，还是说你用那个肉松也可以啊。有时候你可以自己换你们要的口味啊。连这个 chocolate 的呢，我就是放 chocolate 跟咖啡放在那个面团那边啊，然后就做成这样子。然后你要做什么样子，什么玫瑰的 pattern 你都可以啊，就是这样子了。有几片了？我看一下。OK， 六片了，就是这样子哈。OK， 六片了，然后我们就放那个肉松，我每次都这样放肉松。这个不够。这个肉松。肉松有点咸咸啦，就可以了。嗯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子，然后你把它卷在里面就可以了。哒啦，我的肉松。嗯，就这样子，开始卷了。然后卷紧就可以了，啊，就这样啦，好像没变呢，嗯，这样子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跟它切一分两半。嗯，就是这样子。See you.
就是这样子。把它当打开就可以了。放玫瑰花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了。